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堡香。哦，今天来到糖厂啊，西武糖厂。哦，刚好看到那个龙博，哇，好大颗，哦，这不知道几年的哦。哦，然后拍给大家看，你看龙博，哇，其实刚好介绍的牌子，好像很粗呢，你看，哇，很粗呢，哇，龙博好大颗。应该有百年了吧？哇，很多都这样哎。对啊，刚好这个机会哈，好，再给大家看，看这边，哎，啊，我是长植物哎，看，我们看，哇，啊，不哭，哇，那这边被啃掉了，看，哇，你看。还不错，哎，对啊，他们又在这边种那个兰花，你看，兰花，哦，有开花过了，看我介绍一下。其实哦，要保护这些比较老的树了，有人是把它裁断的话做那个花瓶，嗯，做艺术品这样。大家看一下龙柏。哇，因为在糖厂也蛮久的，日剧时代就有了，我想就应该在那边种着，对啊，超久的超久的，啊，有这机会拍下一片给大家看，我的天哪，你很多颗哎，很多颗。你在这边看什么？拍下片呢？对啊。大部分都倾斜了，倾斜了，这样倾斜，你看，这样啊，对。哇，那我的影片就要介绍到此喽。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按订阅汉堡香 TV， 按赞按分享哦。哦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外面走走，哦，难道会发现新的东西、新的事物，对，还有新的植物哦。对啊，好，那就记得哦，铃铛打开哦。好，那就拜拜。